速度来击球，这一棒打在了中左外野方向，最后是打在了第二层的看台侧墙上，形成了全垒打。吴布林二局下半头部射手中挥出了两，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昨天可以完全上垒，然后还有很就是五分打点，然后替球队贡献，这样很开心。没有什么太在台湾可能一整年都在这里比赛嘛，所以自己想要去国外学习一些不一样的技巧。他们每一年都会有，他们所谓的教练研习，美国各地的州都会去那边就是学习，然后有点像更新软体的概念，所以都会有很多新的技术、新的练习的方式。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去抓紧这个机会。以前我可能只会挥我自己喜欢的地方，但是那个训练会去要求你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曾做过、跟你不喜欢去做的一些角度的击球点。所以这对我来说，可能会有很大的突破，也是因为这样的练习方式。所以会像未来，我也希望可以继续延续下去，然后去做，就是做更多练习，然后来突破自己。